我还不分解，你有那种强登账号，不然一定没有分解。见一次踢一次，只要看到这个是不是飘了这个 ID 进去你们的团队里面，就得把他踢出去。看到就踢出去，他会吸你们的欧气，很恶心。看到就踢，我哭了，英哥我也哭了，我的账号就没看过这些东西，怎么可以这么恶心，这么难受。他有这个火扇加这个朱雀，有点难，我觉得有点难。这个没办法无伤，这个我要无伤很硬，但三星应该可以。准白三星，我靠，有两张哎，好认真认真。不过我觉得这个有点问题的是，这个角色这个人，你们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吗？他的大绝我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打死准白，打不死我会很难受。好，睫毛有点痒痒的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呀眨。我很努力在做效果。对了，确实，好吧。被你发现了。主播这么精锐的技术怎么可能会失误？哇，这个手里剑没烧到。Monkey 我完全念错，一看就知道我是在故意做的，不然以我的技术，这些东西消我的壳。不可能，我再也不相信瑞爷了。哎，怎么了，兄弟？我现在看起来不是很稳吗？为什么不相信我？给你看一下哦，一次受伤而已，还有机会。哈哈哈！我怎么听后面有拍手声音？哦，对，讲一下，因为有人有新朋友不知道我们定义到什么。你把这个图卷打开来看，前面四个是绝对的屌物，这个是四个是通用屌物，就是每一个角色都可以用的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水的手里剑、玉壶折扇、水戒指，三加三个，然后棋子加四个，这个夜行路是垃圾，然后灵丹五个，葫芦六个，所以就是四加六是十个，基本上就是十个。鬼达摩只能说退款，鬼达摩退款，基达摩现在财富是真的没有用。鬼达摩打，如果你三拿三，有需要合是强的。然后还有一个也是退款，不动明王甲也是退款。这个你要练疾风的话有用，就看你当时的需要了。然后这个战旗是一定要装的，你装了你跑分才会高。我自己是私心希望他出百鬼夜行路了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。寒冰出来就分解了吧，可以。分解了吧。我还不分解，你有那种强登账号，不然一定没有分解。唉，这张大概值价值10000台币，不算多，可以分解。寒冰不好吗？就是太好了才要分解啊！唉，我从来没看过这东西，竟然在这里看到了，他还给我一个赞呢。你这个赞，我看了真心酸。黑名单了，下次没他了。这个黑单了吧？好，我记一下这个名字。这个太恶心了。你是不是飘了？记住这个人，新玩家，桃园市的。OK， 咪咪母咪母咪新抱抱，这个家族的，记住了。太扯了，永远的黑，永远的敌人，这个是我们永远的敌人。
不是文水，不动明王下啊，中间怎么没有百鬼夜行路？完蛋，我觉得有点慌，不会是两张吧？哎呀，哎，你们知道下面有什么吗？风戒指，风戒指在下面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南蛮祭司。我们封杀这个玩家吧。你是不是飘了？我操！我帮他设个二级密码，我受不了了。我关个画面，设个二级密码。哇，真是气死！拿到怎么样？你花不了勾玉，你一辈子都花不了勾玉。主播，我支持你。哎。吐了吐了，人没了，太过分啦！什么寒冰卷轴、人王龙首，为什么可以一起出啊？这是引起群众的公愤呢。抖多少可以让他永奔？你们做人不要这么坏啊！给他一点机会啊！他刚玩，你也看到他新玩家，新玩家，给他一点活下去的动力啊 ！NT 三千永奔这么硬，哈哈哈！哎，你不要这样呗。虽然很吸引我，但我不节操，不节操，不要永奔啊！人家没做错事，哦，抽人错了吗？哎、欸，刚刚发生什么事？你回去看重播就知道了。他就引起了集体公愤，我没办法说更多。那个人就真的恶心。希望我不会再开到这么恶心的东西了，拜托上帝啊，帮帮我吧，开个百鬼夜行路吧，行不行？没看过这么爽的，下线了！哇，这个开的我真的是舒服，真的舒服。上山喽！阿奇怎么回这么慢？好。看一下是什么，平平的，平平的，平平的，掉下来，掉下来，掉下来。库马麒麟，库马麒麟，直接按，谁理他？哦，肚子好痛，我炸爆了。怎么那么衰啊？人没了，我人真的没了，我吐了。哇，游戏真的会搞哎、欸！这没大绝怎么过？兄弟，我不行了，我真的不行了。我们下礼拜再见吧，兄弟。